这个李嘉诚啊，我前面有说，我说他可能是福建帮的，是吧？那这一次他登了广告，我就去查，我就打开了，好像打开他的那个八字，因为我前面懒着嘛，懒得打开，打开他的八字，确实的，他是木。水木我也是，水木也不也是，是吧？木是他的财的，习近平是金是他的财，是吧？习近平是金是他的财，所以说李嘉诚确实得逃走，是吧？他应该不是习近平福建帮，李嘉诚应该不是习近平福建帮，我前面应该说错了，是吧？他跟江泽民应该是一个派的，是吧？一个派系。因为江泽民水木确实是江泽民的，院神，他那个八字那个院神是吧？那金的话，对江泽民应该也并不排斥，所以江泽民也能接受，当初也能接受习近平嘛，是吧？但是，就习近平水金为院神，水金也是江泽民的院神，所以江泽民跟这个习近平是吧？还是有共同的地方，所以他才可能说让这个习近平上台嘛，是吧？那个李嘉诚的话，他财是木啊，财是木是院神，习近平是金啊，金是财，金是习近平的财。所以习近平的财会克这个李嘉诚的财，所以他逃走了是吧？哪怕真的这个李嘉诚跟江泽民是一个派系的，但是也不能够排斥，就是说，这个江泽民跟习近平还是一伙的，还是一伙的是吧？他们还是有共同的地方，这里面都是他有的院神不止一个，不止一个，可以两个甚至三个院神，关于我的男朋友嘛，我的男朋友应该说这个太极网站上面很多都是假的，都是习近平福建帮派来是吧？比如说那个什么美国人是吧？他说他。一开始就跟我说，就还没见面是吧？就是还没视频，他就说，我说你在哪里呀？是吧？他说他在他的叔叔那里，叔叔或者伯伯那里是吧？非常生病的叔叔伯伯那里，是这个样。所以这所有的都是特务，都是特务是吧？因为也很多美国人也被中共习近平福建帮给收买了是吧？因为到处都是有下九流嘛，下九流他收买一些人，有的是，是吧？这个是四十几岁，42岁是吧？这个岁数大的可能就跟我关系不大融洽是吧？就是说跟我年龄差距，这个42岁嘛，42岁。比我小了12岁以上，比我小12岁。那些年轻的可能跟我关系会稍稍好一点，是稍稍好一点。但是那个要钱的估计也是习近平福建帮派来，习近平福建帮派来是吧？他露脸了，那个视频人嘛。这个应该是特务，应该是特务。那只要不是特务的话，那很可能
习近平不建邦就要干扰，就要干扰，就控制控制，不允许你跟他交往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就很难交往的事，是吧？就今天我发信息了，因为我做的梦很准，是吧？那个做梦就是说，我跟这个人发信息，然后我就梦见我妈丈夫就出来了，我妈丈夫，我弟也快要出来了呀，是吧？是他来阻止，是吧？他来阻止，那他有什么什么，是吧？那就是说，这是外国软件，这是外国软件，是吧？WhatsApp，WhatsApp，是吧？那这个软件可能中共也控制，是吧？应该说发不出去吧，发不出去，中共控制，是吧？那个王子估计也是中共习近平福建班的人，是吧？那人家可以，人家是很有钱的人，很有钱的人，是吧？那他也是作为一个特务，来控制我，控制我。绝对是来控制的。真正的朋友的话，那就是信息发不出去。前些天有发了，很可能中共就看到了嘛，看到了，然后就让你这个软件发不出去。今天发就发不出去，好像，应该是，特别是做梦是吧？因为有的时候你过一段时间可能就发出去，但是我做梦嘛是吧？做梦显示就是说，你这个，就是说那个做梦里面显示就是，被我妈丈夫给挡住了。那他就是习近平吧？他就是习近平，他就是王小红是吧？对，应该是这样。关于香港反送中是吧？818这件事情啊，还不错是吧？就没有那个催泪弹，也没有那些各种各样的弹是吧？也没有那个催泪瓦斯是吧？这个有很大的改变，非常大的改变是吧？那人家讲什么？那我认为啊，我感觉。我直觉觉得关键就是川普讲话了，川普讲话，其实澳门也在那个地方，也在那个地方是吧？很近，离香港很近。我地图搜一下是吧？那很就是说，香港其实就是外国人在那里面的利益很大。他们把香港做成他们的根据地，应该是这样的嘛？那这里面外国人是很厉害，外国人很厉害是吧？你看川普一说话，这个，之前的话他是不是他一直那个，一直镇压，连，那前面搞得很激烈是吧？就川普一说话，马上就那个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可见就是说，习近平的七寸被美国人打住了，是吧？因为他们在，应该说在海外是吧？在美国有很多的情妇、私生子、财产各种各样，是吧？所以那个说话可效果非常大，非常大。还讲什么？将争鸣什么越乱越好啊，把这些水把这些原因归结成江泽民，那不是是吧？江泽民他应该说确实的，他这里面他都快死的人了是吧？然后说曾庆红是什么香港的黑社会，这我就搞不懂了是吧？又说他是红二代，又说他是，江派的第二把手，那这样的话怎么会是黑社会呢？那我就无法理解了，是吧？这很可能要去看之前的有一个视频要去看一下，
关键就可见就是说，美国人确实很厉害，太厉害了，是吧？太厉害了，他就是纵容这些贪官，他的情妇、私生子、财富都在美国，所以他能够控制这个，他能控制。他叫你往东，你就得往东；叫你往西，你就得往西，很可能是这样。像我这样的申请签证去美国，我都申请不了，是吧？因为我没有房地产啊，我没有房地产。那他应该就是说，这以后就是他，当然他也是有矛盾的，也是有矛盾的。那他就是说他宽容你是吧？你这些贪官宽容你，那你情妇私生子都在西方能够存在是吧？这个应该就是朝着那个，他们以后应该说来共同剥削中国人吧，共同剥削中国人应该是这样，共同讹诈中国人是这个样子。那一般的人，可见干净的人是吧？什么叫干净呢？干净就是一穷二白嘛，是吧？一穷二白的人谁都不喜欢，是吧？你要往上爬，人家也是希望你会，你愿意，你比较不干净是吧？你愿意贪污受贿，这样的话是吧？这样的人比较容易控制。那美国也是这样啊，是吧？你贪官的话也是比较受欢迎的。没钱的话谁要你是吧？谁要你就是干净的，就是一穷二白的，谁都不喜欢，美国人也并不喜欢是吧？中共这个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社会问题嘛，社会问题他中共是吧，他是唯一的执政党，他不去解决这些贫困问题是吧？谁说出来他就去解决你。还有就是他这个贫困问题的话是吧，他要来强迫我们这种像我这样的人是吧，他要通过派黑社会到我弟家来，通过这些事例来掠夺我是吧，掠夺我的钱财，是这个意思，掠夺。他是这样的掠夺。还有就是还有就是他要逼我去收养别人的孩子，那些是吧？他就是说，他通过强迫的一些具体的人，一些具体的人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中共确实是非常邪恶，非常邪恶。就习近平、福建帮这一伙人是非常邪恶，非常邪恶。然后毛派的那个王沪宁那些人到底是咋回事，我们就不知道了，我们不知道。毛派，然后江派的话，那当然，江派是怎么回事，也不是很懂的哈。江派，反正就是，他这里面非常邪恶，非常邪恶。他并不去。也就是说像我这样没有跟领导上船的，没有跟他们那一派的乌龟王八上船的，没有行贿的，他就要通过这些手段来掠夺我，是这个意思是吧？那别人的孩子他这个那绝对是不能的是吧？他这个都嫁不出去是吧？因为他的祖母非常胖，胖到极点是吧？胖到极点的，那他根本就嫁不出去。但是他这样子的话是吧，他过着贫穷的生活的话，他以后能嫁出去，因为他以后就可以跟乌龟王八结婚嘛是吧？或者说他怎么说呢，反正你贫穷的话他会去卖淫。对于卖淫的话，他应该就没什么问题嘛，是吧？我关于这个事情，我梦见过，就是显示就是说
不能接这个，不能接这个手，是吧？他这个一个方面他是未成年人这里面的人，是吧？问题可大的呢，是吧？还有一个，这以后嫁不出去，是吧？嫁不出去。那贫困的话，他以后很可能会去卖淫啊，这个卖，你能卖淫的话，那你什么样的人都可以结婚嘛，都可以结婚，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他非常胖到极点，因为他祖母非常胖，胖到极点是一种疾病，可能搞不清楚。所以他这个中共他就是说，他会强迫你是吧，你们去怎样是吧，他来掠夺，就是说你没有，你不像那些演艺界或者女干部跟领导上床或者行贿的那些人哦，你欠他就会通过这些手段来掠夺你，禁止你结婚，然后安排黑社会到我弟家，通过我弟来掠夺我，通过我弟是吧？我这梦见就是说，我跟我国外的是吧，一个朋友发信息，这个就是我妈丈夫来阻止的。那我们可以直接花钱发短信嘛？花钱发短信是吧？还有其他的聊天软件也可以花钱发短信，这个也可以发。他要阻止，应该也阻止不了，是吧？阻止不了。所以讲，他这里面，挺可怕的。他这里面要怎么搞？反正他就是要用各种手段。当然，我对有的事情也不了解嘛，是吧？反正就是在了解情况下面，一看到这是敌对方的人，就得逃。敌对方，很多很多，他外面都是敌对方嘛，很多，这就很难讲了啦。他这种爬到习近平上，爬到最高是吧？他这个才是啊，他这个。美国人要他怎么搞的呢？我们也搞不清楚。总的说，这共产党统治，那当然了，他香港人当然他最好自己统治自己。那他要是被内地统治，他肯定的处在弱势方向嘛。怎么说都是自己的统治会好一点嘛，是吧？自己人不能统治的，洋人统治还是好一点吧，因为洋人会稍微宽松一点。其实香港就是被洋人给选择了，他们选择香港作为他们的，就他们在那个香港的利益是比较多的，是吧？那澳门的话可能会差。